盘点泰剧里面常用，但是在现实中误用，容易被打的泰语。例如姑」是不礼貌的我，这个 m 是不礼貌的你，还有 m 是不礼貌的他。这三个人称在泰剧里面非常常见，关系好或者关系不好的朋友可以用，但是长辈、不熟悉的朋友或者是陌生人的话就不可以用哦。 我有一个朋友在泰国清迈买菜的时候就说“姑”，哦，差点就出不了菜市场嘞。还有这个“哇”是不礼貌的后缀语，比如说“什么鬼阿雷、啊、哇”，为什么哇？他卖哇？谁哇？开哇？还有这个“哎”是不礼貌的人称前缀，比如说“哎嘿”。 是一句非常优美的泰国话，真的不要随便乱用哦。跟院长学泰语，简单单。